不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汪汪队成员的衣服都被风吹跑了，我们来帮助他们选择正确颜色的衣服吧。哇哦，这是天天，通常执行空中救援任务，那他的衣服会是哪个呢？我们来试一下绿色。不对不对，那这个粉色呢？答对了。第二个是毛毛，一只斑点狗。我选择这件黄色的衣服。那红色呢？接下来是小丽，一只斗牛犬。我们试一下粉色的衣服。哎呀，不对，那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一个是猪猪。猪猪是汪汪队的雪山巡逻狗狗，它的衣服上一定有暖暖的棉花，那就是绿色的衣服啦。真棒，答对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帮助汪汪队成员找到了正确颜色的衣服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